嗨，你们是不是等很久？啊，我刚跳过了，中秋节他有送什么东西啊？突然忘了看。中秋节想吃烤肉，跟你讲，我现在还没吃烤肉，好吗？我今年中秋节还没吃烤肉，有一种就是还没过中秋的感觉。还好不会很久，十二点多哎。他是主角，我帮他擦那个擦口水，那你就可以。我也还没吃，中秋节快乐，中秋快乐。然后基本上拿给大家看的，就是 Terry 有送我一个中秋节的礼物，不知道被我妈收去哪了，今天才收到而已。看一下。这个你知道吗？这个是神魔的 Terry 送给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神魔的，就是工作，就是相关的人员，就可能你们有些人也会收到。然后你知道吗？那时候包裹打开来，我妈还以为这个是电风扇，你们不觉得很像吗？你们不觉得很像吗？我妈那时候打开来说：“那是谁寄电风扇过来啊？”有没有很像啊？我那时候有吓到，说：“这个还蛮像的。”是这样的，然后我就想说：“这怎么会是电风扇？”然后我说：“谁会寄电风扇给我？”然后就它是这个饼，但是它这个是 W Hotel 的啦，金瓜玉叶雪耳，看，很真的很像，对不对？我以为是电热器，真的很看，对。我妈今天打开包裹就说：“这个是谁送电风扇？”然后，对，这好像都一样的，怎么没有别的口味啊？哎呦，还有巧克力耶，甜的。它那个上面写什么？焦糖海盐五仁巧克力，怎么会有甜的那个饼啊？怎么会有甜的？我以为就是咸的。反正里面还有，其实它里面的空间不大，我跟你讲，它全部都是造型而已，大概里面一二三六块饼而已。我还没吃，因为我今天才收到而已。里面只有六块饼，然后跟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对，反正重点里面只有六块饼，就这样。然后电风扇里面分六块饼，我很强，不知道好不好吃啊？我妈说一定很甜。然后应该蛮贵吧 ，W Hotel 的 ，W Hotel 的电风扇。我叫文文，嗨，文文，文文让我想到我玩人龙的那只鸟，你们有印象吗？就是文文那个抓那个夹娃娃机的文文。然后就是谢谢 Terry。然后是什么？对，谢谢他送给我们，就是大家的中秋。就我记得每年都有收到，就是每年对中秋节的时候，他都会送我们那个月，就是月饼给我们。然后里面还有附一个这个啦，这个应该是灯笼。可是我只有拿到这个我看到那个谁有拿到两个，好像是别的颜色的，我记得好像有红色跟紫色的吧。然后这个是灯笼，没错吧？哦，我原来是第一次看台，你好，人龙的我们。然后我是不知道这个，而且我家有两个子女，我姐姐有两个小孩，这样他们会吵架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先把它打开来好了。顺便来煮一下好了。它这个怎么煮啊？好像有点……
可是它是普通的吗？我怎么看到有人上面会是史莱姆的图案啊？哦，有啦，噔噔，自己贴，重点就在这张贴纸，重点在这张贴纸，然后反正就是贴起来，然后把它贴上去，然后就变那个暗史莱姆的，还有电灯泡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还有风头哎、欸，我看一下，还有风头，可是我这个不是，好像有风头的灯笼。嗯、算了，我也不懂。你要去不抓快龙跟卡比兽，杨哥也太猛了。你不是在台湾吗？你在台湾也可以抓快龙跟卡比兽，你真是太神了！你太神了，你根本就是成为那个，就是抓宝的主上，就是根本就可以成为那个神级宝贝大师，大师，大师级的大师。最宝贵的是贴纸，对啊，我觉得这个蛮可爱的啦，我是蛮喜欢这个的，暗的也不错。那我不知道小倩跟小乔他们，还有那个队长他们拿到什么颜色？对，然后这个要自己组起来，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电灯灯泡，给那给小孩子玩吧，给小孩子组啊。然后今年还没对啊，连月饼。月饼是还没吃到，不过有凤梨酥，我不知道我妈哪里拿来的。都是快龙卡比兽等级的，杨哥是台大师级的，杨哥已经超越小智跟四天王了。杨哥都是边缘人大师，什么边缘大师？上船等好久，上船等很久是？你的意思是上船有什么好买的？是不是？这什么啊？中秋团圆包。等一下，中秋团圆包里面送什么东西？钥匙，我看看。所需金币，它里面送什么东西啊？团圆包，中秋团圆包里面是什么？礼包大鸟，就一只鸟。我还以为它多丰富哎、欸，不然只送一只鸟，只有一只鸟，必买，送很大哦，有送好东西是。看一下哦，一只鸟哦，还有雏鸟哦，那还不错啊，我还以为它只有一只哎，跟一只兔子，好啦，拜拜，还不错。嗨，冠颖，不是风头是暗杯，强化素材，对，是强化素材。既圣人常人正后，其实心里不会想让你做经常会去担忧。好啦，知道了。我想做哪枪？对，是强化素材。然后继续解一下呢。然后昨天我后来观台的时候，自己解，自己组队伍啦。然后看一下，因为我昨天示范到哪里啦？我昨天是上下暗八吗？是吗？昨天是还是哪？昨天是第三次吧，打完第三次。然后暗八我是自己组，我就组了这样。然后还有希腊真的只能吃冷饼，这个是完全吃冷饼，我重来很多次，我大概重来有大概五次左右。嗨，陈东，昨天在不开心什么？没有啦，就是有点情绪上来了，就这样。我现在才组五队，然后我现在就是想说再试看。有点难欸，因为我觉得卡片有点弱弱的，而且我每次遇到那个谁文仲哦，我遇到文仲我就觉得很烦欸，遇到那个就觉得很烦。然后光谷溪，我没有光谷溪啊。谢谢自己抖内，谢谢大家恭喜我升经理了啊！真的假的？四一好厉害，恭喜你升经理了！
可是我记得你工作上其实也蛮久的，我记得我认识你的时候，然后好像是有一段时间的，那时候我记得你是说你做会计，我觉得你超强的耶，而且你做会计还要就是，你现在还是做会计吗？应该还是吧，你就是超厉害的，然后你又可以一直一直飞奔，就是各个国家，超强。我今天是看我夏天，你今天身体真是傻小。然后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很吃力，然后我想说打看看吧。现在很脏脏。对的，好哇，还是在会计事务所，好厉害哦！恭喜恭喜！然后来继续破吧，我是不知道行不行啊，就打看看吧。我感觉有点吃力，嗯，因为好像没办法爆发哎，我不知道他可不可以爆发，因为他最后王的时候不是要三三很猛，月下二十全暗对，那他太猛了，他应该主力都是练暗的卡，有可以是你打轮回打过的。尤其是节税季，对，我觉得节税季应该超忙，就是五六月的时候，五月的时候。今天走二游路线吗？其实也还好哎，我觉得今天比较像小学生哎，你们觉得呢？嗯，如果我把头发绑起来，就还好。可是头发放下来就比较成熟。其实有人跟我讲过，就是摄影师说，我头发放下来跟头发绑起来真的是差超多，就是放下来就觉得很冷艳。就跟我扣死活物一样，就是大家会觉得我头发绑起来是很冷艳，可是我头发绑起来就看起来像小孩子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反差还蛮大的。对啊，打看看吧。哎，今天台风，其实我真的有吓到，有点夸张，就是我今天还是有出去，然后其实台北风蛮大的。风很大，但是雨没有雨，但是风很大。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在飘哎。我路西法打过之后就卡了，什么意思？南部真的很严重，我看那个影片，我看那个影片就是新闻，哎，真的很可怕哎。这衣服很好看，谢谢泽明。我看那个什么，有人那个货柜整个都全部倒了，台北风很大，骑车快走不到。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，而且我记得那个台北好像明天还没有放假哎，对不对？台北好像明天还没有放假，我上南部也很严重。但是有些人有补班啊，有补班就还好，但是有些人可能他们做服务业的就还要继续上班。我的实验室玻璃被吹裂，也太可怕了，刘洋你在学校要小心一点。是哪一套衣服？等一下，我找给你看哦。就是它有一个，好像是我没记错，应该是今年出的一套和服，今年出才出的一个模型。对，模型，你找应该找得到。嗯，是模型的造型，它是出模型。蛮漂亮的，很华丽，它非常华丽。
这几天也要回公司加班，因为国外来审查资料。你们会烤肉吗？我是明天才烤，我们没有烤，我家里也没办法烤。和服听起来很厉害，他蛮厉害，就是真的蛮漂亮的。啊！哦，我真的蛮讨厌这一关的，因为他。回血啊！而且我忘了带龙科，啊算了，跟智障一样，自从来应该可以过。我爸妈懒得考，我们家也很懒得考啊。而且我们家都女生，没有人想考肉。而且我们家就是女生，就是怎么讲？除了我之外，我妈跟我姐都很爱减肥。然后我就一直吃，就是晚餐工作我会吃，然后家人都没什么来吃，然后就是我妈跟我姐都在减肥，都会吃青菜啊，吃水果什么之类的。嗨，梁冰，晚上好啊！他是我同事哎，编辑公司。哎，不对，应该要带水的。哎，为什么水的？哦，这是水的模组，不能带。这个是我看一下，这是什么歌？对，我攻击提升20，随机一个模组，模组不能提升28。模组成员现在没有模组成员。别吃太过量会比较好。一样带之前用的，嗯，好，带之前用的。现在应该是中秋节，不然现在的烤肉店都。烤肉店烤，对啊，我们都是比较想要去吃烤肉店的。可是我记得我每一年去，就是去烤肉店，就大家都人挤人，就烤肉店的生意都很好。嗯，然后那时候只是想要吃烧烤应景一下，然后结果那时候不是烧烤店都要排队。而且我知道现在就是烤肉啊，然后有些人会直接去跟这种路边摊的烧烤店买食材回去烤，好像有这样子。我之前有听过说他们是跟他们买食材再回去烤，所以很难啊。就是不管你去烧烤店，或是去串烧那种路边摊那个，也是会很多人，就要等很久。所以我今天有特别准备，我来看一下。你们真的很好笑，你还跟他打招呼哦。他让熊安安要开始吃了，对，我跑去用吃的。他在睡觉啊。第四跟第五是什么？没看过。是什么四跟五？你说什么四五？哦，四跟五实在太
是根本是素材啦。我不知道塞什么废卡，就他们跟我说塞废卡啊，我就想说好了，塞废卡啦。他说塞，就是里面要一个主力卡，然后其他塞废卡。对啊，我在想这样子对啊，我就拜托不要出现文仲什么都好。血量太低了，我也觉得有点危险。对，我觉得我打太快了，死魔头我也就难过了。真的吗？死魔蛮好控制，只是血要控制在9000以上比较好刷 CD 啊。你看为什么要遇到他？我是很讨厌遇到他，因为他一次要带走欸，而他这样子会就是一定要用掉我的技能，很烦哦。吓死我了！哎，谁马上认识新？他是很烦呢、欸。还有这一关，我觉得也有点困难，暗强化。快死了！快死了！死魔就带龙族撑血哦，带龙族哦，这边要消5颗，对啊，完蛋了！可是我没办法撑他两下血，我就要满血，没办法哎。回血满血，满血一样会被他扣吧？他因为我没有强化珠可以攻击他，如果我没有强化珠攻击他，他打我应该会死吧？我满血会死吗？没有，会上小猪满血打发四叉叉一样死。对，你这里只要做水墙就够了。可是我这里没有水墙哎、欸，满血对啊，满血一样死。双鱼没钱，对，我的双鱼还是小孩子。嘟嘟火强化，木珠也会攻击，可是我没有木珠强化珠啊，木没有强化珠啊。对啊，我在想说再开双鱼看看、啊，太棒了！哎，他把火转掉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这样等一下没办法爆发啊，怎么办？双鱼龙科先撑过吧。加什么队长？再加一个队长。再加队长才再加队长，再插一个爆发。可是我这样没办法，对啊，没有新珠啊。
好可怕啊，这个血太低了啦。看下一关遇到谁，新珠也太多了。可是他攻击力好弱哦，虽然剩两回合，我觉得，对啊，第三能带走吗？太低了，我今晚绝对，看来我要怎么配对了？等一下，我想一下。努力转，一个努力转就手残啊！我这样王宫没办法爆发了啦。只要没有手残就可以过了。我刚刚手残。只要啊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好难哦。再拼一次，真不行你就换卡片，死都要用这一对。哎，平时你为什么换名字啊？为什么你可以换名字，他还可以再换，是不是？啊，上啊，萨斯遇到那只能过的西西山。真的不用手残，哎，这个攻击力太强了。五鼠蜥，那打过了，打过了，五鼠蜥啊，打过了。可是我只有解放暗的，所以我只有暗的可以打。然后暗的我刚才已经解完了。早安啊。兔头犬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？今天有了，我刚刚有买那个商船，嗯，安吉风，我是换账号，我忘记密码了，手机版不知道为啥登出哦，手机版有时候真的会这样，我也不知道，有时候我自己的也会被登出。开车，先开车中，小心啊！在外面风很大哎，你该不会跑去找宝可梦了吧？终于，小心各位召唤师，知道吗？不是，小心各位那个宝可梦的那个，你们不要为了当大师成为大师，然后在台风天跑去抓宝，被朋友乱改的很无言。你朋友直接改你的那个、哦。训练之，终于从北岛回家。他回家啊，因为他在工作，对不对？他今天去工作，对不对？终于去南寮，终于跑去南寮。我买个便当菜来水走，我下午出去，你们不要跟他讲话，他骑摩托车还是在开车，等一下他为了回我画面风吹走怎么办？他真的为了看实况被风吹走了。到时候我真的实况上新闻了。我没有回血哦，还好，太冷台。安安拿寒冰，我知道哪里，但是应该是粉丝，不是本人。发现有好友 ID 是红林哦，
ID 这种零，其实有些人会把挂名的人以为是我，但是就是那是可能是有些人挂名字，然后有人会改成我的名字，对，有些人他会假装是我，看看 ID 是不是就知道啦、啊，对啊，看看是不是，我好像现在300多、300出头哎，等级，我今天换掉一把伞，这次账号是1996哦，那你的零用钱不就没了吗？我的账号账平时的零用钱都没了、欸。你为什么忘记密码？应该可以去查吧。哦，这个不是本人。怎么办？我还是没有强化猪哎、欸，这样我会死。完了。这样没有强化猪哎、欸。电脑版会记住密码哦。只能读了，我看一下。啊，还是没有。双语还是没有。先开一个吧，读看看木珠。没有。稍微看看上天降，好啦，血要满9000啊，我换一下好了，不要塞养素材，太智障了。塞龙好了，可是我龙，因为魔族血很少，对不对？看看啊，塞个龙。这个呢？属性，塞一个两只。塞个两只这个，塞个两只一样的。明天要回罗东，你明天怎么回去啊？明天要回罗东，那不是台风天吗？水源已经过了，所以现在不能弄。青龙用过了，青龙用过了，就昨天啊，昨天用过了。你看哦，这个水源机。然后塞了两个青龙，然后这个昨天用的生命力排列比较快，塞了两个龙，试看看，对龙科，这样应该可以吧？血应该够。没有水北移，水北移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平顺交了，我们一定是千万靠自己的账号密码，要不然会零用钱会不见。进化五星的青龙，对，就是用掉啦。我五星的跟四星的史密利。哦，你说史密利哦，我有，可是没有练啊。你说乔乔哦，乔乔我没有练他哎，但是可以塞啦。啊，等一下，塞水龙死，水龙死太浪费了啦，所以我不敢塞。我想说水龙死可以用在蛮多队的，可能用在其他队。塞月饼，拜拜。这里要做强化组。我只塞火屋，真心不骗。
啊，涉及到这个，应该是下一关做强化区。只要卡片不要一样，就不会被封。对啊，其实我可以带那个五星的啦，就是五星的是可以塞的。这要怎么那个啊？最好有这么多火。夏天，夏天那个小仙人贴图，小仙人还在开吗？我二十岁基本上都是用复制人贴图吗？超强，超强。对啊，乔乔还有开啊！哎呀，真的很烦呢、欸。没有水，啊，吓死了！送你啊！只有一小线没有了，小线棺材是天降给力。小线开很久了，我没有新珠，完蛋了，不能送你了。可是我这样子也没办法啊。算了，用开龙科回去。像我很怕，我觉得王冠过不了哎、欸。八千不够，拜拜。好啦，吃宵夜。吃宵夜，但是这是宵夜，哎、欸，会不会太过分了？宵夜，宵夜，还有这个，哎、欸，小线哦，小线来了，是不是召唤成功？嗨，小线，开吃啦，小线，这是去楼下买的啦，就是台风天就要储备粮食。哎、欸，强化猪真的很白、欸。这个有点难擦，我要哭了。我看一下，有人说带巧巧，雷威族是人吗？还是神？这个，我只有一张哎、欸，一张。
是它是火转心啊。它不是火转心吗？没有，转心后就没用。彩超拜拜。要不要换水果？什么水果哦？可是这样王冠可以吗？达士达你开龙车，洗强化珠，在第四关打死开龙车，洗强化珠，然后再进第五关开双鱼转水枪。对啊，我不知道攻击够不够哎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试看看。我也在想说要不要带一些水果。编辑对了，用龙鳞。切西瓜。知道是还舅舅。那吃声音都被听出来了。蛮好吃的耶，这是鸡米花，重点是它没有骨头，好吃。延长一回合那颗好用，哪一个？龙鳞不是龙鳞是哪一颗？嗯，是 seven 的，我们家楼下有 seven。以后看我的台都要自备书。来找我无限畅饮，你在哪里啊？上次卖鸡排的人从此没出现欸，我好想念那个卖鸡排的人哦。他从此再没有出现我的台了，大概是被大家吓到了，太多订单，太多人要买，他付不了鸡排。哎，终于回来了，你到家了？你刚从北投回来啊？我也想念卖鸡排的。我昨天做了一个梦，然后我觉得那个梦很真实。其实我每次都会做梦，梦到这种事情，就是梦到现在还是学生。不知道为什么欸，是因为学生压力很时代很大嘛。我那时候不是我梦，我觉得印象很深刻，然后就觉得好像自己还是在读书，然后在学校，然后我觉得好真实哦。然后醒来就发现说自己不是学生，那时候觉得，后来真的觉得当学生的时代压力真的是考试啊。那时候我记得我以前在学生时代的时候觉得读书压力很大，可能我觉得反应是就是做什么梦反应就是现在的情况，因为不管现在工作压力也是很大，所以每次都梦到在学校考试啊，或是很紧张的梦。社会大学学生又有第二个台风要来。对啊，我知道，好像礼拜六吧，礼拜六会来，然后
礼拜五晚上我跟小倩，然后还有巧巧吧，会在开这次的地狱集，没意外的话应该是这样，所以到时候再记得收看，在公榜，然后马勒哦，你说第二个台风就是，我没有烤肉啦，就是没有烤肉，只能吃这个结影而已，吃那个过过瘾，就是买 seven 的。这是大薯条，其实这个马铃，这个是那个马地瓜。哦靠，为什么遇到他？啊，就是他真的很烦，他没办法让我回血，重点他没办法让我回血，我还要一爆发带走他，他真的很浪费我的技能。真的遇到他就是虽小，我的体力就送他了。没有啦，就是对，就是地瓜薯条，其实地瓜薯条也蛮好吃的。地瓜，然后要加那个梅子粉，加那个什么粉，蛮好吃的。遇到他我一定死啊！他很好带走，他血不是蛮多的吗？他这样我可以带走他吗？我六康可以带走他，加梅粉的，为了买只宵夜。我说哥别再来，我这样六康带得走他吗？珠子够。用绿卡，好像没带走就要死呗。90带走啦！啊不，你看我在什么？我死掉了嘞！太子庆。我有记住在 Google 里可以找出来。你回家了、哦、啊？你不会用手机看吗？哎、欸，我时常过不了，文仲真的是很烦哎、欸。而且我发现这个关卡很妙，我以为它是不能刻石头的，结果它竟然可以刻石头，这样有什么意义啊？这样不管什么卡片都可以过啊，只要有石头就可以过了。我们刚才开双人龙喝，我建在 Google 的账号。Terry 有找到图片吗 ？Terry 不见了 ，Terry 根本去找图片吧。三个孩子的爹是没错的，但尽量要进，请进来。三个孩子的爹。找到两张，不，两张是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你看到两个版本，是不是？那个模型它有黑色跟白色的版本，然后我想要出的是黑色的，看是不是你找到的那个。今天打联赛都苍蝇，还配不到什么？今天打联赛都苍蝇，什么意思啊？
才配不到人。鸡翅，那鸡翅蝴蝶了。可以讲到蔡宏仁跟傅雷了，你想看吗？可以剪那张合照？没有啦，那个是我跟李安跟草乔的合照呢。三个你们不知道是谁吗？猜一下，后面有三个人的照片。笑死我了。连赛冲了40分，400分哦。这连赛有什么活动啊？我是不是要打一下啊？现在连赛是什么活动啊？嗨，凯盛，你上来看实况，难得看到你了。对，那是爱心义卖的海报，然后有瑕疵就被我妈贴上去了。我妈是说哪一张来贴啦？有火巴造型兑换，还有哦，为什么说我这个礼拜是火巴比，对不对？看不到脸。改版完可以换火巴的 skin， 换完是比较好吗？跟智能比较好，是不是？不像哦。放到星期天，哦，星期天刚好就是回来放台风假的，人生有空去打火巴造型可以重新换。他要几分？几分才可以换到造型啊？哎，我怎么又遇到他啦？哎，我不能聊天，这个就认识他，他真的很烦。我昨天在打西亚还是打什么，所以一直遇到他，我真的是靠不转。然后我还硬要用那个对锅，然后我就打了很多次。要几分才可以拿到那个 skin 啊？要几分？这是什么？超讨厌呐！他超烦的。有什么什么鹿头？有骷髅头，有骷髅头。而且他打一下打多少，我满血还是会被他打死欸。开一只双鱼应该可以过吧？我前天就6000了，然后越来越配不到人。我是很少打那个啦联赛，因为我觉得联赛只能自由配，对不对？不能说好的。不能说好吧，我记得我以前都没有去打 skin。 下一关因为是下一关是看一下哦，对嘛，下一关要强化猪嘛，所以我等一下顺便切西瓜，打完切西瓜鲁鲁修西西的和服是这个，对，是这个。文仲想吃宵夜，好，只好让你们看看我的宵夜啦，来，如何？他对得到焦欸，有对到，对到，来看看别的，这个鸡翅如何？油腻腻的，长得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超漂亮的，看，超贱的。他说文仲要吃啊，哎呦，上面有虫啊，还有虫啊，你想骗我？上面有虫，文仲吃王饼，为什么文仲吃王饼？跑去泡泡面，
那时候因为今天沙发客厅播嘛，然后下午，我们下午才说的，那时候我刚好在外面，然后他就说沙发客今天停播，然后我想说哈，那今天大家怎么办？你们七点的时候在干嘛？我原本想七点开的啦。请问结局是哪一个选项？对啊，七点到，就是突然有少了一天的沙发客哎。哎，你们大家都吃泡面哦，真的是台风天只有吃泡面的份吗？你知道，因为今天我在家里开，然后我另外一个泡面准备好是要给大家实况用的，然后但是那个泡面放在我另外一个家，那个泡面就是我特别去买的，就是200块的牛肉面，200多块的黄金牛肉面。可是今天没办法啊，因为我放在另外一边，就没办法开给大家看。要不然的话，我就跟大家台风天一起吃泡面啊，我就不会用那个东西，那个超级黄金的牛肉面。但是等红林还有巧巧各自开，对啊，就我们三个人都对我买到了。其实我那天开卖的第一天我就去买了，然后那天好像下午去买好像就货不多了，然后那时候店家我那时候去那个101的 7， 然后我进去很兴奋的进去，然后就说是这个吗？我就指着说那个泡面说是这个，结果那个店家，那个看店家可能觉得我很好笑，我说对，对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没有错，因为它是限量的，然后只有在那一间才有卖，所以他可能就知道说我要买，我是来买泡面的。然后结果他还问说你要多少，一次带要带几箱？他说你要带几箱？他是跟我说你一次要带几箱？我说没有啦，我只要一个就好。哎，一箱六个耶。一箱六个，你这样一个200多块，一箱就要多少钱嘞？一箱就要1000多块嘞。可是有人就是用箱带走的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很好吃啊，说不定只是噱头而已。对啊，蛮酷的，就是一个泡面。不是有出紫色限量30万？我没有买，但我好像是买就是限量多少的忘记了，是买另外一个。吃泡面是很应该吃，不超坏的。很贵啊，那个很贵泡面啊。好啦，不知道可不可以播。不会，我觉得可能不行。为什么你们可以刷到两万多啊？我觉得你们反应也太快了吧！我真的很少哎，看过了哎，但是为什么那个可以切西瓜切到万啊？我觉得可以切到万真是太神了哎！终于，你刚刚去外面应该买宵夜回来啊？你刚好去买宵夜吗？这样子就看台就不会被我憋到肚子饿。对啊，为什么你们选切西瓜切反应？而且我每次遇到那个西瓜有那个什么风头的脸，那风头是随机跳出来的啊，那个风头跳出来，你们怎么去抓它会跳出来要点两下？哦，这个荣克是加工级最多的，出克是要8万多，这很扯哎，这样怎么切的啊？重点是中间不要，可是我看他们点超快的，就是很顺很顺，然后整个超顺，可是都不会有中间遇到风头要点两下哎。到底怎么点的啊？可是风头是随机出来的，后面看不到啊。我觉得他们连看到风头，我这么连看都没看到，他们就已经点两下了。靠，超神的！我连风头的脸都还没看到，他们就点两下了。可能你刚刚角度不对，不然康博会冲上。别跟戳哥比，如果是两万神的话，那么戳哥不就是？对啊，我觉得两位很神的哎，那戳哥那个是到底怎么办到了？他机器人哎，
两万多真的太神了啦！但是我真的我觉得有签到七八千的已经不错，因为我看到风头我会停顿啊，不是用有人来分比率了，同一科学面想吃，这个只有男生才有少数，所以不要跟男生比，你的意思是这样吗？你们到底怎么练起来的？说你们怎么练这个手速的？没看到切痕就知道是为什么没看到切啊？啊，我懂你的意思，它没有痕迹上去就是龙头。你拿了卫生纸，手汗好多。如果中间会停一下是正常的哦，对，因为中间停一下就是我的视讯，应该不是视讯的问题，就是是我们家网络不够好，就是没有升级到最好。我都用点的龙科，跟我一样对不对？点的都随便点就好啦，我切都切超烂的，这样子我看一下哦。比 combo 会过，这个血蛮多的耶。天降新珠啊！臭哥的手机根本就外挂，我觉得他的手就是外挂，他的手本来就暗强化。他说决定在第六关，第六关要做什么？第六关会出现什么？什么才是最好的？还是佛心来的？第六关会出现的怪哪个比较好啊？应该会跟我正常打，这只火的就蛮好打的了。我觉得这只最好，这种是最好的一只。哦，这只是最好的，那最烂的是哪一只？很像网不一定会挡到新珠，消心的，消心。只要不切错，分数都不会太低。无视减伤。双鱼这样可以过吧？我开对水对这只好过。哎，龙科差一点点呢。
胡怀氏之名不会念，葛天氏之名不会念，这个名字好傻、啊。对啊，龙哥没跳啊，可是他打会死啊，他打不是会死吗？啊，没姓朱，分开，分开啊，分开可以，分开水会太多了，送他。啊，这三个不知道是什么哎。四颗啊！不不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拉拉熊？为什么？你还在睡醒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嗯，好烦哦。这二十蛮难过的，怒吃，再过一次，过不了我们就打那个联赛好了，我们打联赛积分，刷一刷。我天，那都很难过。哟、哦！结果更新，结果是我老婆在更新，真的假的？吵到你老婆了吗？为什么？你是激动跳起来？我半夜连菜有人哎、欸，我在家里，我被老婆叫起来，台主不打LOL的吗？会打啊，但是我蛮懒的，我怕被别人笑，所以我不敢打。我以前有打啊，就一直被人家嘴炮，嘴炮到我心灵受创。看完电影看转租记得买一条烟。谁看完电影？还有今天打了65队，卡很深，我45已经45很强了、欸。晚安晚安，新疆晚安。打 Overwatch 那个小线有在玩，他之前有推荐我。下次找机会carry 我，很多人 carry 我啊，可是我其实我不太知道，就是怎么讲，就是观众要的是什么东西。有时候我之前有想过要玩，然后找粉丝 carry 我，然后可是有些人想玩，那你要怎么让观众一起，诶我不知道诶，对啊，然后就有时候会觉得不知道大家怎么去拿捏。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讲的意思，就是有些粉丝想要一起，那如果我一直找自己的人帮忙 carry 我，这样他们会觉得很无聊吗？心情好多了，其实我怎么讲，可是心情会好很多，但是睡一觉就好了啦。我其实我的个性就是这样，心情睡一觉就好啊。等一下我又要强化猪了，然后我刚忘开龙科，可是他天降一直给我。刚刚讲到哪里了？
哦，就是昨天，其实我睡觉心情就好了，但是压力还是会在。对，就是心情是可以调试过来的，但是无形的压力还是会在的。等一下，靠杯啊！拜拜，还没强化出暗的。这样过得了吗？水珠比较多，你只是没吃饱而已啦。然后刚刚有人说我会不会打 NBA， 我不会耶，我对篮球一窍不通，就跟对棒球是一样的。有玩 PS4， 但是没有玩 NBA， 因为我对运动怎么讲，我对运动有点痴呆。我在学校，我跟你讲，考试成绩就唯独体育跟国文是最烂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体育课每个观众都不一样，我自己找不到乐趣的观众自然就会去这样。也是啊，对啦，你这么说也是，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会很在意观众要吃什么。嗯，你这么说也是，就是有些事情要自己去调试。我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出现，其他人会吗？我觉得台主运动，我没有哎、欸，我真的是运动超人。我以前就是说，来捧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全，晚安全，一个加强语气的在意，只能独存影。然后就是很奇怪，以前考试。考以前国中跟高中吧，高中比较严重，就是高中每次体育课，就是以前不是我的成绩单嘛，然后我真的体育是最烂的，跟国文有得比，应该是比国文还烂。我国文之前好像最烂是拿到69吧，就是总学习。我觉得没有过70都是不行的，因为我在我的标准就是学习成绩，最后的学习成绩没有过70，我就觉得没办法，就是不行。因为我以前高中生是要拿奖学金的，然后我觉得没有过70，他就是不能领奖学金。然后唯独体育真是烂到爆。我记得有一次体育课，体育老师给我的成绩还是60，只给我60分。不过也还好，他给我60分，要不然我要被挡。就是还好他没有给我59分，59分，我真的是超烂的。我很文言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文言文不行，我文言文真的完全看不懂，而且我就不懂为什么人家古代人会讲文言文，我谁看懂文言文在讲什么东西啊？而且我觉得那个文言文是别的意思，然后他们就是有别的意思，就很烂。我体重大概维持90，绝对有过70。60就够了，就是我差一点点啊，我就觉得很烂，我真的是体育烂到不行。我觉得我对台中幼稚，我智商可能是幼稚园啊，我觉得体育要给到60，那老师也挺硬的。对啊，而且我很奇怪，就是每次练习的时候，像比如说就是要考篮球，然后练习的时候我是可以投进去的，可是考试的时候我就霸包。为什么啊？然后要考排球，你知道打排球不是要就是过网吗？过网才行啊！我练习的时候都有过网啊，我考试的时候3次机会，他就是没过网啊！我知道，我觉得我运气真的超差的，就是每次考试当下要考试的时候，我就是霸包，我觉得练习。就是一紧张就手残啊，我觉得真的是很，我觉得很气，就是没办法，就是我觉得就是死穴，就是人生中的死穴。这个时代会转换的大老文，对啊，我现在国文还有在考文言文吗？现在你们国文还有考文言文啊？但我觉得现在还有人懂文言文吗？我现在讲话讲文言文，谁听懂啊？我同学骂包。
考试会有压力。对啊，我朋友更惨，我体育都80以上，好厉害哦。大概是升学学校都比较宽松，我记得我们班不很多人都70起跳，大部分都很紧张。当然考英文啊，真的、哦。对，我在吃宵夜啊。然后我不知道这关，这个应该可以过吧？知乎者也。哦，我紧张会胃痛，就是每次考试大考会胃痛，然后或是没有食欲，或是要紧张，或是想工作的时候就没食欲。所以我现在吃是正常的，代表我现在是没有什么压力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只要工作或是拍照前我是绝对不吃东西，一定进食。所以我只要那整天都在工作，我几乎都不吃东西，因为没办法，真的压力太大，我真的直接真的没办法进食。然后每次拍照外拍啊，或是你要进棚拍，然后他们都会买东西给我们吃，然后我可能只吃一两口，就是让胃有东西。然后我真的没食欲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压力吧。有消到强化足比较重要。嗯，好。你有下没心足啊？应该可以吧。没有看，过！哦，吓死我了。好，晚安，晚安，大姐晚安。大姐是欧小倩，我是二姐。你叫我二姐，是这个是二姐 baby 二姐 ，DFVGH， 晚安晚安，好久没提到这两个字，对啊，因为我很久没拍照了，然后其实都是约拍比较多啦，约拍，然后现在还是会想拍啊，可是我喜欢就是留好的作品，对，就是想要，其实我觉得我对拍照的还蛮严格的。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，就是其实我很重视自己拍照的东西，所以我还蛮挑的。外拍应该去轻松解决吧，怎么会压力？应该是工作上会想要希望把工作赶快完成的那种压力，就是希望今天结束下来，然后我可以表现得很好，跟拍出好东西给大家，所以那种是无形的压力，然后就会。没办法吃东西，所以我说我去香港，真的在工作的当下是很少没办法吃东西的。我紧张的吃不下东西，还记得我硕士班毕业口试两天没吃东西，口试完先睡十二个小时，口试完先睡觉。这龙科可以补血吗？这切细胞可以补血吗？其实我觉得我真的自我要求很高，而且我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，可是不知道，就是可能个性的关系吧，自我要求真的很高，想知道吗？对，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啊，就是想把自己逼死啊，我不知道，就是那种心态，就是可能 A 型的吧，我不知道 A 型的人会这样吗？你们是 A 型的人吗？啊，谢谢凯瑞！团长，中秋节快乐！我要看机器。然后上次的那个尼禄 C 吧，剩下道具跟一些配件，剩下道具跟配件其实快好了，可以如果 OK 的话，应该东西都到齐的话，应该就会拍。衣服已经好了，衣服已经好了。自我要求是好事，也别太钻牛角尖。对啊，我知道啊。他没办法补血，可是我这样的人两回合要带走啊，没办法补血，撞赛，完蛋了！照我到王宫还是会死啊。木子，不安，你会有体会我的感受吗？母羊座就是不服输的那种感觉。鱼宝想拍红莲的 cos 照，他们如果我有去会场的话，可以去会场来玩玩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怎么转这边？
完了，我有一种完蛋的感觉。我只能先跟自己说拜拜了。好了啦，拜拜了。啊，拜拜，噔噔。我要先跟你说谢谢9月11号的祝福。你那天还就是生日过得还 OK 吗？有没有去哪啊？你在当兵吼，你在外面军中。死不信邪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奈布特他讲什么话？劝局。居居。哎、欸，我真的不信邪耶，我觉得可恶，为什么要残血呢？刚刚真的残血，要不然就退过了。我是刚刚两天吃不下东西 ，A 型的，真的假的？这好像就像我姐姐就不会，我姐姐是 O 型，对，我姐姐是 O 型。然后巧巧，哎、欸，谁啊？小倩也是跟我一样是 A 型的，然后那个小队长是 O， 然后小乔是 B， 所以我们差一个 AB。啊，可是我想要做强化珠啊，所以才用这个，所以才用这个龙哥哎，爱华哥。而且我就是做事很紧张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像就是有人说跟姐情有关系，就是像有时候我跟别人约时间，不管工作还是跟别人约时间，然后我只要自己差了快一分钟，我都不行。比如说我跟他约12点，我12点一定要准时到，我只要差一分钟，看我迟到了，我只要迟到，我的肾上腺素就会飙高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你们会吗？还是总算了，过一分钟又没差。嗨，鼎瑞，明天要上班啊？阿威，你还要上班哦？你要去顾幼稚园小孩吗？哦，是威廉，我想看错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威廉啊？因为他们是香港人，香港人没有放连假。好，威廉晚安，晚安。我抓宝没有黑球，因为香港人没有放连假，所以他们明天还要上班。总是有别人的事，一起来。准时是美德，可是我真的是很容易紧张的人哎。超紧绷，啊，忘了开哦，是这一关对不对？下一关，这一关打完要开。是，哦，是第四关开吗？第四关开，我每次都记错。我又要一个人过农历生日了，家人都过农历的我，是哦。之后，家人都过，我们家其实也都过农历，可是农历很少人就是会知道，就是身边的朋友很少人会知道农历，像你们也不知道我农历在哪吧？嗯，有人知道吗？我很好奇，没有人知道我农历生日。通常朋友都没有人知道农历生日。所以如果我觉得就是家人比较会过农历啊，但是对农历生日不能告诉别人。对啊，我爸妈都说农历生日不能告诉别人。小金你讲出来了，等一下被人家漏收，我跟你讲。
你不要跟昨天 Kobe 一样了，等一下到时候人家搜寻你家。啊，我靠他！我看啊，小丁怎么看你家组织啊？哪里也在中秋节？那很好记耶。强化书。我强化书洗掉了，不。他把我强化书洗掉了。好像是放逸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家上网就找到了，华沟太阳几号？华沟，华沟是啥小？做强化，做血强化。我想一下哦，做强化书。啊，我保护都用掉了。我好蠢哦！不行啊！噔，哎，这强化柱真的很难。我要有不屈不挠的精神。花勾电两勾勾。好，我先上厕所。我们去厕所转运一下。有这个贴图了，这谁给的啊？也太好了吧！你们台湾真好，有放假期哦。因为他是我们台湾是把那个假期，就是到就是前一个礼拜要补班啊，就是要先把就是调到调就是其实是一样的意思，就是把课搬到就是之前上礼拜六要上不用上班，然后改天要上班。对啊，我刚刚去厕所啊，怎么了？
为什么有啊啊啊的贴图？现在有了。我说打风下棋，后面的照片是谁？你猜猜看啊，虽然没看到脸，可以猜看看。没有，但是有些新朋友他可能不知道，但是我去年做那个卖的海报，华哥后面是我。木子安明天可以吃，圣奇你找木子安吃什么？真的要回云林，好刺激啊！正圣你还回云林？你台风天回云林，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是全家福？欸，这个人的账号跟建成好像哦 ，A25290666， 怎么跟建成的账号一样？对啊，就那个一边是我妈啦，然后一边是我姐啦，这样。台风等一下还要再来啊，礼拜六还要约星期五六吃饭哦。我跟阿叶在队长生日会脱衣服的照片，队长脱我了。你留在队长的生日会为什么要脱衣服？你在队长的生日会，今天清祥和小凯有来，是哦。今天还有营业哦。冰心超强，嗨冰心，冰心超强。嗯，超强的。那天夏天他们玩超大，你们是玩什么东西啊？现在不是台风天还要再来吗？不是礼拜六还要再来一个台风，还有再来一个啊？玩对啊。还有很多人在玩吗？好像蛮多人退塔了啦。我跟你讲的这么直接吧，蛮多人退塔。我对啦，确实啊，确实我蛮多朋友退塔了。谢谢冰心，我很害羞。台风明天走了，但下一个台风是，可是下一个台风也是强台吗？也是强台吗？要约加我 LINE， 约哪？那个台风转到日本哦，睡不来吗？先对新手不友善哦，可能就是如果你是新手，哎，这么说好像是这样哎，因为其实蛮多关卡都需要就是好的卡片哎，你这么说好像是哎，你这么说，好像对新手如果刚玩的人，根本就不会碰碰圈，那个台风大概是星期六。是强台哦，是强台吗？看高压减弱分享。打完之后，然后开，打完时候开，啊，我龙哥还没过起来啊！萨斯晚安，萨斯好像那个萨克斯风啊，啊，不是这个。出版把龙族改造这样不平衡，让我不想玩了。好，还好有要氪金先有太，什么意思？是因为他把龙族改得太强了吗？是吗？是龙族太强吗？还是是怎样的力量？因为我很少在玩龙族了。台中最稳，然后容量不够，对，就是上个师傅。
是不是长得很好笑？这样怎么做强化珠呢？他新出的龙卡太溜了，太溜了。手机怎么接？就是，iPhone 有一个功能啊，它是 AirPlay， 它可以直接用一个程式，应该是内建，然后你去下载，电脑去下载，它可以直接在荧幕上输出。嗯，那个有些人应该知道，可以教一下。气象转日本啊，他新出的龙卡。是最近出的龙卡吗？还是说之前出龙？但是确实好像他把龙卡改得很强，对啊。毕竟这游戏看了3年多，后期玩的当然会觉得难度很高，很正常的。但是新手不用说哦，对啊，就是难度真的蛮高的。这么说他就没办法，就是有新的，就如果他刚玩，他可能没办法过一些关卡。等一下打完应该可以开，应该可以开龙推吧。我有进步，打了9000多，差一点就破万了。不玩龙队，火龙队只有那个水龙石那个。哎，这个卡有点少哎，怎么都是新珠啦？开一个，家里布置的好温暖，就是拉拉熊很多啊，其实就是很多熊都放出来。你们对改版的 GNN 什么东西啊？嗯，快死啦！我还是死了，他打5000多啊！还有一关，吓死我！我以为我进王关了，怎么办？我现在没有新珠可以救我。我也是玩龙队，成龙、快龙、暴龙、龙化死亿了，没败。可是我龙队组不起来，因为我没有成龙，也没有暴力龙，所以我没办法组龙队。CD2在打。应该打不死他吧？
5000啊，这才要5000多，平顺变 B 了，平顺什么？拉不出来的，拉不出来。对，我有小火龙啊，哥放弃很久了。嗨，陈奕迅。应该可以的。开开开！哎，最后一个可以开哎。啊，龙坑还没跳啊！没抽奖，哎，可是这样过不了啊，怎么办？这是光哎。为什么刚刚那个就不行？为什么我刚刚那个残血？所以妈妈是不知道哪个是新珠。好想哭，好开心啊！可是为什么刚刚那个会残血啊？为什么？对啊，很危险的过关啊。对，现在天降了一头水。好，这边打一下那个，我是没有打过联赛，所以我真的不太清楚。这是要送那个上面这个吧？召唤之联赛是随便就可以吗？准备啊？等一下，联赛我要用什么队？先选好，联赛要用什么队啊？用木盾比较好打，那个吗？那刚刚应该是水珠太多了。黄光是 T combo。我会不会怎样联赛最后一名啊？啊，我想起来，我以前有打过联赛啦，然后都是最后一名，啊，分数很少，分数超少。那我可以用那个吗？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有防给力吧。我觉得我会最后一名，所以我打得很烂啊，然后就没有分数。那我要用这队，还有两秒转。没有，我先换一个艾德，艾德应该猜不到吧？艾德蓄力太长了。带谁啊？哦，天降会降太多，对吼。
你这么说也是哎、欸。晚安，玉米晚安。那怎么办？先打看看吧。你用黑水源。哎、欸，你们好像进去啊？会不会遇到我、欸？哎，有可能吗？有可能会遇到我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我骨系只剩下两个人可以用哦。你可以把路基，我对我用逆转了，我已经逆转他了。配对中 ，Go！ 赶快，哎、欸，你们赶快上线呐、啊！那我等一下配不到人怎么办？我不会真的配不到人啊？是没有人在打是不是？会不会真的有聊天室人配到？那这样子是蛮厉害，所以晚上没有人在玩是吧？来了来了来了！真的有人那个吗？这两个天降之宝啊！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真的有哎、欸！人品大爆发！等一下，他还是我的合照哎、欸，好厉害哦！上线打人赛。我最后一名，为何我十三看不完最后一名？你还骂脏话？不能输啊！我在吃情感，很多愿望。看我怎么还在最后一名？那强化石，那强化石，碎了，碎了。有收到，有收到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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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再这样了。我第一名啊！现在不能高兴得太早。天降暗珠，好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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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分数太。他会看分数哦，5600就是分数太多，分数他会去一分数去分配哦。哎，这个羊肉猪也太多了，哎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看他这样子就饱了、啊。完了没按住，完了完了没按住，我不需要回血，赶快！不、哦，我手残，手残没药医。膝盖也太不给力了！快快快快快！我快赢了，我快赢了！够了够了够了！快快快！天降最后，天降！我觉得他不敢用暗武器，是天降的最后一名。有一场天降，你真的天降，天降到最后一名哦！那你这个天降还蛮厉害的、欸。
耶、加二十分，小蓝，恭喜小蓝跟我配对到了。可是因为我没有分数吧，我分数太低了。可是你要250分，等于你要250分，等于要连赛要打很多次哎、欸，要打很多次哎、欸。68康，你是开主角吗？68康，你开主角怎么68康？再来。配对中，刚刚手很抖，你是第三哦，你是第三名哦。你刚刚是第三个那个吗？小蓝哦，对不对？小蓝，你是那个小蓝的啊？这个没有哎、欸，这个没有配对到。冰心晚安，晚安晚安，早点睡觉。这个没遇到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打联赛真的是紧张。我跟你讲，我上台玩游戏也是这么紧张。就是每次上台要比赛滑神魔的时候，真的是紧张到爆。别再讲了，我会最后赢 ，OK？ 该天降的时候，好，你去睡觉，我去帮他睡觉。别再讲了，小倩别那么苦，小倩别那么狱卒。刚好哎、欸，天降强化出夏天雨的分数应该很高吧？你会不会遇到平村？叫梁护理连到平村。完蛋了，他复活了。这个三康也太烂了。有人举手，夏天要虐菜？不会，他一定比我更高，我5000多，应该有机会遇到我。别让我天降最后一名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别了！玩这个都很激动，快快快让我当，快快快点，可以了可以了，全开送你，拜托！好了。连续两，他是要第一名、啊啊。谢谢你们那么让我。
可以预看看。我看一下，我刚刚打多少？是刚刚打的比那个还慢呢、欸。我刚刚打三分多少？三分多。哎、欸，你们都打几分啊？我觉得我三分，你们应该打很快。好激动！哎，有送那个哦，难怪有人送是素材嘞。好，我们上灯哦。是那个第一名，我也不知道。要不然你们都躲，要不然你们都躲久？用差的很快，一分半就可以了。没遇到吧？可是我没有苍蝇啊！他们欺负我没苍蝇。那如果遇到苍蝇，他们用苍蝇打，我觉得就没办法拿第一名啊。我打了两分半内都可能第四名了，啊是哦，那我是运气太好了，一击必杀，拜拜，送，好爽啊！哎、欸，后面的人也跟我一样哎、欸。我拿了，我拿第二，分数云。哎，我打的比上次有进步嘞，我一次打的比一次好哎，结果这次拿第二名。你看我打了两分二十一，希望对手对我仁慈一点，继续。啊，体力恢复了，靠杯。我升等嘞。我配对，我不是啊，我忘看呢、欸，我忘看第一名什么队啦。其实是天降，因为他可能去睡觉，所以他天降。因为他天降就比较会抓了。看看我遇到谁？哎、欸，配不到哎、欸，还有人退出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们赶快进来啦！
你刚玩过我同秒数，然后你第几名？哎，进不去。该不会有人断线吧？有人断线就有人垫底。这样怎么看自己打几分啊？靠杯，我只有两个人哦，这是怎样的大断线哦？为什么只有两个人？等一下，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吧？我自己玩得那么开心哦。哦，没有啦，那个人有在动，吓死我了，我以为。只会有一二名大断线，有时候这样只有一二名，那这样也不错耶。立即必杀，靠北。我这个的，让他的，我看只有我两个人比，我看只有两个人比，太可怜了。手残啊！还有，可不行！欸，那个人挡的其实蛮慢的，隔壁的那个水龙死。其实我要死几次，他应该很难追，天降让他追上来了。刚刚好，他在浪我，他其实蛮后面的。我打的也很慢，我打这场一定很烂，应该三分钟多。哎，也还好哎，三。哎，怎么看他用什么队啊？哦，要比我前面才可以看，是不是？要比我前面才可以看，是不是？不能，就是，我现在。我要靠一下背，你看这种往前，我觉得我腰好酸，我觉得我要跟那个拉拉熊一样。那我坐这个小椅子好酸啊！第一名1分36秒，我真的刚刚有跟红林同场，真的假的？你是哪一个？你这边有跟我同场哦？为什么我才刚开始就已经是两分上下的互搏了？要战斗完才能看，不是？所以他现在他不可能，他应该是说，就是他要比我前面。哦，可以去看上一场是什么队哦。我也很想躺在后面沙发上，可是我很怕被边台哦，我怕我躺得太舒适，我这样进不去啊。如果躺得太舒适，等一下被边台怎么办？
等一下啊，怎么看？怎么看？休闲竞赛。当天赛事记录，对吧？啊！你看，果然是用苍蝇。你看这个椅子是我们家的那个，就是侄女坐的小板凳。对，我拿她的小板凳来坐。哎，这样说声音收得到吗？我讲话很小声。讲话讲很小声，哎，这样收得到吗？人不在又不会，人不在又不会暂停。难道躺椅子也？我怕这躺椅子，等下被人家编台哎。就是我这样子露个腿。犯规上也红人，请小心。为什么他很好奇后面照片？后面照片是好姐妹，召唤师联赛，准备战斗哦！赶快连线呢，配对啦，配对啦，配对了，配对了，配对了！哎，刚真的有人跟我一起玩，有配到是不是？该不会刚刚那个水龙池是？是观众吧？这有观众吗？我不知道。拿不到前三了，怎么了？印象中是 T 台，我也不太记得。小乔被变过，对啊，小乔被变过啊，所以我们吸取教训。我记得他有一次躺在床上而已，就被变台了。你说后面拉拉熊躺得太煽情，然后被变。你刚刚说拉拉熊太猥亵，没穿衣服。最后一名了。然后我想到刚刚才。好不给力哦！智胜外送哦，智胜，智胜哦，睡了是不是？好，小心一点哦，智胜，拜拜，小心一点。
己开车要小心点，对，别开太快，真的会飘，真的会飘，除非你是熊宝重量级的，重量级，除非是卡比兽。哎，这样怎么看自己的分数啊？我这样几分啊？没有排名，怎么看分数啊？召唤师联赛，个人记录，本季战场，联赛资料，过去当事个人记录，这里哦，307哦，不可能啊，这是等级是右上角，夏天晚安，夏天要睡觉了是不是？哎，所以我5000多哦，是因为我都没有换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我以为要这次打250分哎，看上涨就好了，上涨，本季上涨。一开始就是5000分。那个是分数，不是这里。他们怎么那个啊？哦，所以我现在只能换两张哦。可是哪一个是服装？哪一个是服装？哦，还没出哦。所以要达到250，是不是？要达到250才行。哦，上场是换，哦，还没出，好吧。继续，把它打完，准备。好，要等到最后两，那我等到最后两季，为什么要先打？那为什么要先打？先打是分数比较多，可以干嘛？排位比较高的意思吗？是不是？晚安，晚安。哎，怎么把它退了啊？没人呢。没配到，哦，徽章哦，是啥？那个手残，哦，后面对啊，后面会变难哎。我们把联赛的那个打完就睡觉，现在2点多，快差不多了。
这你也太不给力了吧。三名，哦，第二，耶，有第二也开心啊！第二有加几分啊？至少有分数，我看他第一名到底用什么。果然，苍蝇，果然你就输给苍蝇了，可恶！加十分呢、欸。嗯，再打两次，再打两次联赛，你就睡觉。还有两次。没人啊，配不到、啊。哎、欸，还有人退出哎、用全部人会比较好吗？这也太不给力了。第三了啦，他们两个蛮厉害的。
沙小长什么长发猪啦，赶快让我过一过。我拿第一名吗？太神了，我以为我会拿第三呢。他们两个人在王冠，对啊，不少人卡在七 combo 哎，所以我拿第一耶，我好 lucky 哦，我觉得我超运气超好的，嗯。运气超好，他们应该卡在就是第一关。好，这个打完差不多，就是三点。嗯哼，嗯哼，配到一个什么？我爱你的。我突然觉得手残也蛮有用的嘛，出了吗？那我等一下想看欸，出了吗？有这么快吗？我没有用大拇指，我用食指，我还是用食指。第三名了，剩下一点，这也太多了吧！好吧。第三，最后一次打最烂，最后一次打最烂。靠，还没有七康。只有抢先看吧，现在有那个吗？现在有东西可以看啊。对，忘了开全部了，而且又没有七康，烂。好啦，结束了。
然后这几天连假，如果希望台风赶快走，然后就可以出去玩了。对啊，要不然大家连假、啊、就是只能在家过台风天。好啦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然后在家就会开实况，然后大家再记得接收一下通知哦。然后现在开台时间比较不一定，对，就开台时间比较不一定，所以记得通知再接收一下。好啦，大家拜拜，要睡觉了。第一名用什么队？他是用这个啦，我不知道是什么队，暗的什么队，然后是苍蝇，他的头像写得很清楚。晚安晚安，大家拜拜。这个是什么图啊？拜拜。这个图还蛮妙的，感谢吧。